大家好，教你如何剔骨头啊！来，先把这里脊拿下来，咱把这个肉分成三段啊，第一节的、第二节的，哎，现在是后段出来了，看前段怎么分啊？从这数排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四根到第五根之间，从这啊。从这砍开，哎，好，前、中、后就出来了。咱们开始剔这后段啊，看好，后肘、猪蹄儿、尾骨，下边是棒骨，OK， 中段剔骨，排骨要薄薄的带上一层肉啊。照从底的一刀下，整整齐齐的。哎，OK， 前段剔骨，看好啊，先从上面来一刀，这个前排适当的要带点肉啊，肉稍微厚一点，带上点梅花肉，嗯。肉不少吧？哎，哎，前肘转一圈，梅花肉拉开，扇骨外边走，里边走，然后是下边来一刀，哎，看好，紧贴着骨头，哎，完成。来，回放一下，排骨中段，后腿，整片都就剔完了，嗯，谢谢。